第五题，小明研究一未知气体，发现该气体的性质如下：甲无色，乙密度比空气小，丙易溶于水，丁以 pH 仪测水溶液的 pH 值为9。试问该未知气体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？我们看到的选项猪氯气，氯气是黄绿色的气体，所以它不是无色的，所以答案不会是猪。我们学过易溶于水的气体呢，有氯化氢，有氨。那么二氧化碳呢，它第一个，它我们用排水集气法收集，表示它难溶于水或者是略溶于水，同时呢它的密度也比空气大，所以也不会是 A。而氯化氢溶于水的时候是会形成盐酸，是酸性的， pH 小于7。他说 pH 值检测 pH 值为9是碱性的，所以只有氨溶于水是氨水是碱性的。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，问该未知气体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，我们呢答案要选的是 C 氨气。